那么，文昌帝君在这个从周代以来，视现种种的身份来为我们做种种的垂顺这就是最后做的这个阴字文阴字文它主要讲到。大家都希望得到科名，得到禄位，文章学问能够盖世，那么这些成就，世间的福报都要从因字里面来，因字就是因德，一定要积德。你看现在我们说谁家考取的大学，人家都会赞叹哦，这是你祖上积德了，你才能考上大学。现在这种在我们的文化心理的积淀当中，还有这些所以这本书呢，就是一个劝善惩恶的这本书。要知道，我们得福报怎么得，就是要广行因直，上格。苍穹，你广泛的行种种的阴德，就能够感得天神的护佑赐恩，福又自己来求来的，祸也是自己招赶来的。他这套思想就跟一般的求神求鬼就不一样，求神求鬼都是要自己得种种东西。那么，这个文昌帝君告诉我们，你得种种福报，你一定要在行为上、在心地上有个根本的改变，一定要行善，一定要积德，而且要积阴德。